老实说，说真的，对医生、对护士的印象真的都不是很好，真的，因为感觉去所有的医生都是一个表情，护士也是，就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样板。肠胃炎去那个仁爱，不是仁爱医院，就仁爱圆环附近那边巷子里面有个医院，我就是啊，我就去挂急诊，因为很痛，非常不舒服，然后验尿、验血都 OK， 都没事。然后那护士就说：“你去看看蹲看看能不能大出来，然后我们再检查你的那个粪便里面有没有细菌。”然后呢，我就大概半个钟头，我就大了一点给他，以后我就去那个医院中间中庭，很多人都在那边等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跟我讲，他说验出来以后我会来找你，我会带你来啊。然后呢，我就在那边等，我就听到广播了。王建民先生，你怎么不大便呢？大出来了。王建民先生，我们检查到你的大便里面有细菌，请你赶快到检验室来。你不是要来叫我吗？直接给你广播，你知道吗？他一定是调缸的。然后我就因为很多人，我就坐在那边也不动。他广播完大概5分钟，我才站起来，才走掉。可是人家是故意的，他故意的啦。我去，哎，你看看，成人大病为院，大病一到检验室里面，医生也在，护士也在，护士看到就这样。讲到外科，我有一次在内湖拍戏，拍夜戏。割包皮的事就不用讲，因为我很晚割，全套的。我30岁才割，因为拍《同安林世界》每一天都熬夜，所以一定要割。那没有，因为太长就很不舒服嘛，就容易刺痛。熬夜，你是多着容易刺痛？不是，没有，包皮过长会不舒服，很不舒服。因为你一天，比方说你都已经忍到30岁了，不是，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是。你是因为包皮过长送急诊吗？没有，太痛，太痛，急诊室的，是因为那2天都很不舒服，尿尿都会痛。那我就去，医生就说这个割掉就没事了，那就变成急诊了，要当场就动手术嘛。然后我一进，没有，我先讲前面，一开始的时候我挂泌尿科的时候，我进去，那护士出来叫我的时候，医生不晓得去哪里，他去签什么文件还是什么的，他就直接说来脱掉裤子脱掉。我说你看啊，医生还没来，你就脱掉，所以他的态度是很急的，快脱掉，快！没有这样，干什么跳舞啊？还快！把外面，快！他就叫我先脱，因为他认出我是艺人，他说脱掉。我说啊，脱掉。我说医生还没来，我先看，等一下医生就比较清楚了。所以后面很多人在排队要看。没有，泌尿科是在房间里，我在泌尿科开放式的。然后我就，等一下你也做过内诊了。我就，然后护士我就，哦，好吧，我就要解裤带了，解了，医生进来了，你在干嘛？我说他叫我先给他看，你先看什么？直接对话起来。我就吃醋了，没有吃醋了，他就问我说你怎么了？我说我不舒服。他就问我看，我说你这好 OK， 割掉就好了，没事，割掉就没有事。我说不行啊，我晚上还要工作啊。我没跟他讲，但他很明显他没有认出我他是谁，这个医生。我说我还要工作、啊，我没有跟他讲我要拍戏。他说没有问题，割完马上下午就可以去走出去就好了，半个钟头就好了。我说哦好吧，那就割吧。我看12点多，好了。然后他就说：“那你等下就到楼上来。”然后我就看那护士很贱的，就赶快就上去了，你知道？一上去以后呢，脱掉电梯门一开，脱掉，我就听到很吵闹的声音，叽叽叽叽，就大概就听到护士说：“哎，王建民来割包皮。”然后那个医生呢，医生就很不客气走到我面前，然后你是干什么东西的？这个中午吃饭时间，这个手术大概一个护士陪我就够，他们8个护士都不去吃饭，你是干嘛的？我说我没有干嘛的，我就叫我就没有什么，我没有讲啊，好了。然后呢，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没有看过这样的阵仗，我不骗你。我换好那个衣服，我要那个袍子嘛，全身脱掉，那个门打开，手术室那个门一打开，我告诉你，我真的以为我是要来移植心脏。一个医生8个护士啊，那就这么大的手术，我就那个心里很胆跳，割包皮有这么严重吗？你知道吗？而且护士在怂恿，医生。
全身麻醉。没有全身，我们八个需要三个钟头。不用，赵医师在灯泡也不用全身麻醉了，半身下半身就好了。躺上来，躺上来，开始了。就你看，护士就围一堆，就开始在聊天了，就跟我聊天了。哎，你拍那个台湾灵异事件了？因为真的遇到鬼啊，什么什么，医生也跟着聊。哦，原来你是演员哦，难怪。我说你可以不要跟着聊，你好好的做你的事情，就开始啊一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最精彩的来了，就结束以后啊，结束以后，然后因为我打麻醉药都会发白，脸色发白，很难看，因为缺氧的关系，医生说的。然后呢，我就下好了以后呢。然后我就要下床，下床我就看到一个护士拿了立可拍走出来，要拍照。我说，能不能改天我回来换药的时候，状况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再拍？你误会，人家要拍皮。那是医学，是不是？对，人家留下证，你说，哎，我们有做一个这样的手术，哎，那要送病理的。你误会了，要写名字吗？汪建明之皮，汪皮。然后我就没有拍，我就改天回来再跟他们拍。第三天回来换药的时候，发生一件蛮好笑的事情。比方说，我进那个就是应该是诊疗，就是急诊的旁边的诊疗室，对。然后那个护士看到我，说：“哎，你去。”就去一个床上，我就坐下来，他就把帘子拉起来，说：“我等一下来帮你换药，因为要换纱布嘛，还要再涂消炎药什么之类的。”然后我就等了五分钟以后呢，另外一个护士来帮我换嘛，换。然后原来那个护士回来了，你在干嘛？他两个就吵起来，我就要吵。每个见者有办法，很好笑，你跟你讲，不要吵，我拆下来你重弄就好了嘛。你不是去看牙遇到一个很天的天使，那个要拔牙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医生跟那个护士讲的那个麻药的那个剂量不够啊，你知道吗？拔到一半，我整个人疯狂的大叫哦，因为我那个医生是从小把我看到大的医生，我的牙都是给他对，要拔哦，他剂量不够哦，然后。痛！我整个大叫狂叫，我抓了医生的手，你知道吗？好痛啊！然后结束以后，我跟他说，因为我知道这个护士是新来的嘛，我跟他讲说，你千万不要骂他，不要把他开除或者什么。所以嘛，非常不舒服。所以就是要这时候叫护士你进来，打一点来拔牙。我看到我刚刚多痛，而且你自己拔，对不对？这一定要让他们身体也受到同样的受益啊，对不对？同样的感觉，不然他们每一次都这样对我们。对啊，但我在这边我还是谢谢你们了。他妈的，下一次再挂急诊。没有，下一挂急诊。你哪里痛？我肠胃炎，先灌肠。怎么了？不要得罪医生护士，护士我遇过那个护士啊，我小时候，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重感冒，然后要打针。那个护士小姐，我一看到她那个我表情，我就知道我完蛋了。你知道，因为我觉得她就要打屁股，打屁股，你知道吗？她真的，她不是这样子给你这样子就是按下去，她真的是这样，是，真的是，真的。射就是小时候有过，这也是一个技术吗？用射太离谱了，不过现在不会了。老实说，说真的，对医生对护士的印象真的都不是很好。真的，因为感觉去所有的医生都是一个表情，护士也是，就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样板。你要不然你希望医生怎么样？喜怒哀乐演给你看，至少是一个表情。他说至少亲切一点。